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8年2月27号，星期二，农历正月十二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那么下个星期五就是正月十五闹元宵了啊！希望大家多多的啊念经学佛修心。好，下面回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倒计时开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师傅，喂，师傅，师傅好，抱歉，师傅，我刚才没有开那个手机的那个话筒，对不起，师傅。嗯，讲吧。啊，请师傅看，先看一个亡人，叫邵月娇，邵是你一个招，一个耳朵旁，月亮的月。交是米字旁交通的交。什么时候过世的？是2004年过世的。1975年。啊，这个人已经在天道了。嗯，太好了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非常好。嗯。谢谢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嗯。师傅还想再看一个亡人。叫冯军，冯是两点水一个马，军是军人的军，然后他是之前找您看过，然后您这个名字好像说就是是两个名字，应该改过一次名。75年。讲啊讲啊，快讲啊。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冯中树，中心的中，宽恕的恕，不知道是哪个名字，您可以看到。冯中树啊，冯军啊。对。还是冯军啊。嗯。还有一个冯军，因为他改过一个名字。对呀、啊。还是冯军啊，天上还是叫他冯军啊。还是冯军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嗯。你是不是看他现在在哪里？啊，在阳间呢，很麻烦的，飘来飘去的。啊，他现在投人了是吗？已经。没有没有，飘来飘去，嗯。哦，飘来飘去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飘来飘去就是在，哎呀，飘来飘去还不懂啊？这地府呀，可以在阳间，就是地府啊，哦、三维空间里面呀、啊，听不懂啊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要赶紧给咱这个小房子。嗯。谢谢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嗯。然后再请师傅看一个莲花，谢谢师傅，对不起。莲花地址号码是18451。18451。18451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不好哎、啊。嗯，掉下来了是吗？莲花。嗯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告诉这位师兄。嗯，你应该知道，你应该知道他做错什么事情的，没有精进啊，因为他懈怠过，懈怠过，听不懂啊。明白了，我会告诉他的。嗯，好了。嗯，好，师傅，麻烦还有一位84年属鼠的，他就想问他是在悉尼移民留学还是在堪培拉移民留学？谢谢师傅，干师傅。84年属什么？属老鼠，是在悉尼留学还是要去堪培拉留学？嗯，他可能开始的时候要在堪培拉，以后他会搬到悉尼的。嗯，好的，明白了。可能他的学校。开始报名是报着坎培拉的、嗯、哦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、嗯、好了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，没有问题了，谢谢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你好。师傅你好。你好师傅。啊，哎，你好师傅。麻烦你为57年的鸡男的身体
五七年的鸡。喂。我在看呢。喂。我在看。啊。健脾丸。听见了。听见，听见，老妈妈不要着急，我在看。啊，甘霖师傅。男的。哎，男的，身体。去年的鸡啊，不好哎，非常不好。嗯。身体很不好啊。嗯。他身上有异物啊，听不懂啊。嗯。有啊，有长出来不好的东西啊。嗯。啊。肠胃这个地方，肝呐、啊，都不是太好啊，听不懂啊。听见了。啊。你要叫他的肾脏、胃部还有肝部都不好。嗯。哦。啊。你要叫他特别当心啊，他这个肾脏上长息肉，肾脏啊、腰上啊长息肉。啊。啊啊，明白了吗？过去啊，他有不良嗜好。嗯。哦，明白了吗？啊啊啊！什么鸟叫啊？师傅、啊，他最近上医院住院了，好像是那个你医生查不出病来，但是听着天天晕，晕晕。你去跟医生，你叫医生跟他讲，多叫他查查他的肠胃就知道了。哦。还有肾脏，查得出来的。啊、嗯啊，肾脏长东西，人不舒服，肠胃整个吃，经常吃不下，一会儿吃一点，一会儿不想吃饭，经常嘛晚上睡觉很晚，就是这样。啊，听得懂吗？师傅，你看他身上有灵性吗？有啊，有一个男的，瘦瘦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过世的兄弟啊。嗯。哦。嗯。赶快给。你看看这些需要多少小房子？69张。啊。好吗？嗯。啊，好。69张，慢慢念。师傅你。好吗？嗯。啊。好了好了。好了好了。师傅，你再看看76年的龙女的。你已经看两个了，一个看了两个，一个我看一个呗。啊啊，现在76年的龙，想看什么？想看什么奖啊？想看什么？想看身体。啊，也是胃不好，肠胃不好，腰不好，然后然后这条龙是属龙的是吧？嗯。啊，这条龙我告诉你啊，他现在的妇科也不好，妇科。嗯。还有啊，脚的关节也不好。嗯。头痛，睡眠不好，健忘。是。啊，跟你讲了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啊！你要叫他每天要念大悲咒。给我多少小房子？啊！86张。啊！师傅，你看一下佛台可以吗？佛台还可以的，嗯。他主要是业障，好吧？啊！好了好了。啊！嗯，好了好了。哎，师傅，哎，为了看那个婚姻。婚姻不好，嗯，啊，婚姻一会儿好，一会儿不好，哎，这个事情是麻烦的事情，嗯，叫他要多念，要多念那个消灾吉祥神咒，嗯，啊，好了好了，老妈妈好了啊，师傅，你看他身上有灵性吗？有啊，嗯。啊，有一个在腰上，在腰上面，啊，他的腰不舒服啊，腰不舒服，啊，年纪不算大，腰很不好，
好了，老妈妈照我讲的小房子去念吧，好不好啊？嗯。需要多少小房子？小房子要叫他念59章。啊。好了好了，再见了啊！没时间了，哎、没时间。啊，赶紧吃饭。再见再见。赶紧吃饭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你好，台长师傅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。帮我看一下那个1962年属老虎的。1962年属老虎。男的。男的是吧？嗯。对。啊，看到，想问什么讲吧。他现在身体，他现在在发寒热，发了两天了。嗯。钢管正常。嗯。哎呀，关节也不好。对对对。关节痛得不得了，酸痛。是的，酸痛对。嗯。他，我告诉你，他有炎症啊。是炎症，他这个炎症吗？他这个炎症是在肠胃上面发出来的。哦。嗯。不知道什么下不下去。我看看、啊。上去压下去，下来上来。对呀、啊。但是高又不是很高啊，37.8左右啊，对对对对嗯。对对对对对。啊。我告诉你，那个肠胃这个地方有肠胃有炎症。好的，去看。要、啊、叫他特别当心，嗯，要化验，他要化验血，嗯。要化验血。一化验血就知道细菌在哪里了，嗯。好，他化验的手指的时候验出来是有点炎症。炎症呀、啊，就是啊。啊、手指没用的，手指一点点有什么用啊？没用的，好。这个就是里边，比方说啊，哪个地方在烂，哪个地方在痛，或者哪个地方在啊、在啊、糜烂，那么就是肠胃啊，这个胃窦的地方啊，啊，它会有一种啊细菌啊，或者肠胃，比方说下垂了、过分了，它就会疼痛。明白吗？嗯嗯，对对对对，他不平时呢，这个气很多的气，对呀、啊，气的，在一直、哦、一直喘气嘛，就是不舒服呀。实际上经常、啊、对对对经常有气发不出来嘛，你就出毛病了呀。啊，他要多少小房子呢，师傅？他。嗯。哇，他这次蛮厉害，至少108章啊，嗯。他上次写了108章还没有完成的，再写108吗？就叫他完成不就好了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吧，嗯。好的，好的。应该没，我看一个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。啊、他是暂时性的炎症，而且他的前列腺也不好，他小便的地方也有炎症，嗯。嗯，很多的小便很多的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一会儿小一会儿小，晚上，但是呢，小便嘛又不多，嗯，就是说，对的，去的次数多，但是每一次小便都不多的，嗯。对的对的。啊，有，我看他前列腺也有炎症，嗯。前列腺有炎症。嗯，很厉害的，嗯。他孽障多不多？孽障。多啊，孽障。在老虎的，另外面是老虎。有一个老太太在他身上。个老太太在身上。啊，像他妈，也不知道像他的外婆。他妈没死了，他妈。那就是外婆了，年纪蛮大的。他奶奶打的。嗯。他奶奶。啊，满脸皱纹。满脸皱纹了、哦、啊。那。要烧多少？这个老太太烧多少小房子啊？59。好，108张以外再去59的。对呀、啊，这是分开的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嗯。好的，还有帮我看一个2016年属猴子的男孩子。啊，这孩子身上有灵性。这孩子身上有灵性的。啊。属猴的。啊。要多少小房子啊？哎，坐不定啊，站不定的。哎，他不当我，他站不定的吧？哎、啊，坐不定，站不定的。嗯，他脾气很倔的。他是台长，他这个小孩子是通关者吧、嗯？我知道，知道，一看嘛，身上有灵性呀。身上有灵性的了。哎、啊，在不停的在他身上跑来跑去。有、哎。脾气大。他还是全素的，素宝宝现在。素宝宝的脾气大，嗯。啊，脾气很倔的，一边、啊、哎，一边面脾气发脾气，现在这么小了，这4个月。啊，就是这样了，明白了吗？跟小孩子同。哦，要多少小房子啊？多少孩子？有的念了。你说他一辈子还是现在？现在嘛，给他念个27章。
好的。好吧。孩子一阵子可能不停地念下去吧。对啊，孩子出来，这孩子有点讨债的，有点讨债的。啊，这就是不开心来到人间，来到人间就不停，一天到晚不开心，不常笑，不常笑的啊，有点讨债厉害吧？讨债大概是应该讨60到70吧。蛮多的。蛮多的，这小孩子孽障重不重啊？蛮重的。他以后大起来啊，他会栽一个大跟头的，17、18岁啊，就我说的栽跟头不是摔跤啊，是就是说命运当中啊，命运当中一个事情可能翻天覆地的变化的。他要这个事情过了这个关，他以后就懂事情了，否则现在都不懂事情。不懂事。这孩子学佛的那个就是有个阻碍吧？没有了。好了，不跟你讲这些了。我就说这孩子图腾什么颜色？2016图腾色。属什么呢？2016属猴的。白猴子。白大的。好。让他穿白一点。好了。好的。再见。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谢谢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。喂，师傅。你好。师傅，师傅，弟子给您请安，师傅。你好，好妈妈。你好，师傅，你好。哎。我是大陆的，中国北京这边的。我知道，我从2016四月份。修学心灵法门，原来我修了10年的净土。从20164月份修学心灵法门，我梦见您10次了。跟师傅很有缘分。很有缘分。您还曾经在我头上给我点了2个点。我就哭了2个多小时。你的佛缘。我不耽误您宝贵的时。佛缘很好。我不耽误您宝贵的。你说。我说你的佛缘很好，佛缘很好。谢谢您，感恩师傅，感恩您，您真的是活菩萨。我不耽误您宝贵的时间，我问您一个非常那个高级的问题啊。说吧。我问您，今天是看图腾是吧？是。1965属蛇的男的。65属蛇的男的。看到了，讲吧，想问什么？他身体那个他是直肠癌，知道了。现在已经读3000多张左右的小房子了，放生了3万多条鱼，500多只甲鱼。昨天前天周日我做了一个梦，就是我们开了一个宾馆在12层，但是这个宾馆的门口就是一个电梯井。非常的危险，然后我就老告诉他要改习惯。然后等第二天我们去检查的时候，他这个直肠癌就是比我们刚开始修行心灵法门的时候要重了。我们两个是2017年4月份在槟城拜师，然后我们又在槟城分享来的，当时特别好。现在就是具体的问题出在哪了，我们不太清楚，想师傅您给我们指点一下。他好的时候啊，他就没有精进。好的时候啊，他甚至自己好的，他就觉得根本不是菩萨保佑的，他觉得自己啊，我这没事了啊，这没事了。这是他出的毛病。最大的毛病就是说，当一个人菩萨帮他加持好了之后，他绝对不能有任何一点懈怠。明白了吗？就是这样。我们两个也在自己找原因，就是读白话佛法不够，他渡人不够，我渡人非常好，渡人100多人了。你给他一点，你给他一点功德嘛，他就会好很多了。送一点功德。那个师傅，今天我。师傅，今天我上香的时候，我就是那个把我在新加坡法会。参加法会和做义工的功德50%给他，然后今天他的疼痛就没有了。看见吗？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您。看见吗？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你，我想让您给我开示一下，就是说他这个离那个肛门特别近，那个医生啊，西医我们选择的是中医保肛治疗，然后这个西医呢要让他做手术，原来他是
肿瘤是3.0×3.0，那个现在呢，那个昨天那个大夫一给手指测呢，说是长了一圈了。您说他这个需要做手术吗？我怕他做手术以后转移的更快。您说？我帮你看一下啊，嗯。他几年属什么的？几年属什么？65年属蛇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等等啊！年属蛇。那个可能要做的，嗯。可是他今年是53岁呀，53岁节呀。嗯，他再过两个月是几岁啊？有过生日吗？再过两个月。没有，他是秋天，具体哪月呀？他妈妈也不知道他是哪天生日，他是秋天的生日。是吧？嗯。北方，咱们北方，我们北方起春的时候，8月吧，8月9月的样子。嗯。3个月，我现在看他2-3个月之后可以动手术。嗯。具体您给我们开始也是双月了吗？我看看啊。啊，应该是6月份，嗯。6月，如果要做手术的话，他这个肛门就保不住了。你这样好吧，三个月之后呢、你帮他许大愿，可能你还要给他点功德、三个月之后如果、没有变大啊，反而有点缩小的话、就可以保住了，就不一定去了。哎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、如果那个3月8号我们去您参加法会啊，如果我说3个月之后如果没什么事情，他菩萨会保佑、你看见菩萨来了，他就不要动手术了，没事了。他这个毛病跟他过去年轻的时候吃太多活的有关系，叫他好好忏悔。明白了吗？他沙叶特别重。对呀、他沙叶特别重，让他跟你说两句。就是这个问题，嗯。哎，师傅好，师傅感恩师傅啊，感恩师傅、你好好的。我这个我家里佛坛，我是老忏悔，我知道我这个没有我爱人这个修行的经验，我确实懈怠，而且我也挺自私，我就老读了小房子，读小房子，那放生就是为自己治病，没有发大愿的，但是没做，度人也不够，我忏悔。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了，因为你要记住了，你发过的愿呢，护法神呢，他会给你好。你看菩萨已经给你好过一段时间了，对不对呀？是。哎，你自己不够精进啊。我跟槟城法会的时候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就情况非常好，我们两口子上台分享呢。对呀、您就在外边呢，正好在外边啊。对呀、你想想、为什么会又不好了呢？你就记住了，这个东西绝对要精进的，因为你这个是等于像地府给你假设一样，因为你的杀业重啊，如果你不好好的、就是菩萨给你这么多的这个改变，如果你不好好的修，那一定会加重的这个业报的，所以一定要当心啊。我杀业，我就是在我小年轻的时候，我生活在农村小孩的时候啊，对啊，这个到地里去玩去，杀了好多青蛙蛇，对啊，好多东西昆虫啊。我到现在看我，我到现在看到的不是青蛙，是蛇在你身上。蛇也打了不少。因为蛇它的灵性比较重。明白了吗？所以这个感恩师傅，我忏悔，好好念经了。我现在最担心，我希望师傅给我指条明路，开始我能一直这个开始的去做。因为昨天我们在这个当地那个共修啊，一块共修，我跟他们说，然后大家都说我是您的弟子，我也拜师了，然后我进行心灵法门。当地的这个甭管、很多人、包括同修啊师兄啊，还有居然都知道我在修心灵法门，而且都知道我的癌症
相当好，对我的病情增强了。嗯，我就希望把我慧命保住，我后半生一定就是忘我，像您似的无我利他，然后这个度众生，我就不要再考虑自己了，我的慧命就交给佛陀了。千万不要嘴巴讲啊，要做的。台长要跟你一样，啊，是我原来就是这毛病。对了，讲没用的，要看看行动的，听不懂啊？明白了吗？啊，是我原来就是嘴老说的多，做的少，啊，我真没改，好真好好好改，嗯，再不改的命就没了。你跟菩萨不能开玩笑的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了好了，感恩师傅。好，麻烦您给我开一下，感恩的师傅，您给我开一下，再放生多少条鱼？再这个。读多少小房子？2500条鱼吧，嗯。啊，好吧。小房子。不是2500条鱼，小房子嘛，小房子你就自己慢慢的一直念下去吧，你还是要发很多的愿的，你要念，先念320章，慢慢念没关系的，好吗？嗯，好好好，感恩师傅。好了好了，再见。我再感恩麻烦师傅再一件事，就是我拜师那个，我们俩都拜师那个莲花，我的莲花是25327号，我担心这个修行不精进掉下来了，您看是不是？是啊，是掉下来了。啊，掉下来了。哎呦，我还得努力。我爱人的是25332号。他那个在吗？他在菩萨边上的莲花，他在观世音。啊，感恩师傅，他在观世音。感恩师傅，所以你要花钱，你看，好好向你太太学习啦，好好向你老爸学习啦，好啦。好好，嗯，好，我一定。OK， 我一定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师傅啊，师傅，好了好。我再给你麻烦您，啊，问一下盲人，我的工作。啊，不能讲了，不能讲，你不能讲。好好好，感恩您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再见。祝您步伐里安康，祝师傅您晚会今天晚会圆满成功。我们每次放生都在给您放生，祝您法体安康，祝福更多有缘众生。再见再见。可怜众生啊，太多了，所以一个人好了之后不能忘本的，一定要坚持的。喂，你好。嗯。喂。喂。喂。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喂。你好，讲吧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啊。台长，你好，你好。啊。哎，我打通了，我哎，不知道，谢谢台长。嗯，刘台长，能不能帮我看一个61年属牛的男的，身上有没有灵性？几几年的？61年属牛的男的。61年属牛的。啊，有一点点小灵性，嗯。多少张小房子，台长？嗯，27张吧，不多，29，二十九。他现在情绪不稳定啊，有时候经常闷生气啊，闷生气。对对对，很喜欢生气。哎，闷生气。台长，嗯，能不能帮我们看一下，他房子的要经者？这个房子呢是刚刚建完的新的房子。哦。你帮我们看一下。而且呢，台长在建房子之前呢，还砍掉两棵很大的树。哦。所以麻烦台长看一下，就是。树和房子一共要多少小房子？啊，树就要47张了，蛮厉害。好的，好的，没事。好吧。好的，还有那个。啊，房子进门的右边呢，有灵性啊！哎呦。有进门的右边有灵性。哎哎哎。要多少小房子？不多。62张，嗯。62张，台长，一般是搬进去之前这点小房子够了吗？还是烧很多？够了够了够了。哦，谢谢台长，之前我们已经烧过很多的。台长，还有个问题想请你帮我看一下，就是那个佛台啊，我想请问一下，现在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左手边下面左手边车库旁边的房间，车库往里面进去，第一个房间可以吗？我看一下啊。啊，在车库就是等于在底楼了，嗯嗯。对，底楼对，嗯，过去的。但是这个底楼也不单独的房间，也不算很底的，也有窗户，嗯。有窗户有门，啊，都有。都有了，蛮好的。
可以吗，台长？嗯，但是它的上面好像有厨房嘛，好像，嗯。没有，台长，这个上面是一个，就是它的上面是一个厅。一个厅是吧？一个厅边上有没有给它装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有什么管子啊，什么东西？嗯。没有。有的，你去看下面房间，台长还有一个选择。上面，嗯，就是在它的上面厅的左面呢、啊，有一个像，好像像什么管子一样的，这个要当心。对，台长，这是卫生间。啊、哦，看见了吧？但是没有对着它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没对着它，就是在它边上也不行啊，太近了。不行，在它的顶上啊，太近了，不好啊。嗯，不对着它。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个位置，你帮我看一下可以吗？就是左手边上去第一个房间。左手边上去，我看看啊、哦，是你的名字是吧？房子？对，六一年属牛的，我的和老公的 okay, 都是的，嗯，当然都是的。我在看啊，你第二个地方是你说想放在哪里啊？楼上，左手边第一个房间。哦嗯，啊，那还有个前面，那还有个阳台呢，嗯、过边上一点还有个阳台，过去，弯过去，弯过去还有个阳台，好像，不是在这间房间里，在外面那间。就放这间房间里可以吗？台长，台长，弯过去不是阳台，弯过去是一个房间，主人房。哦。好像蛮亮的嘛，有点像落地很亮落地窗一样的。对对对，落地窗。对对对，哎，我以为阳台呢。很好，嗯，对对对。嗯，可以呀、啊，你最好，如果，我觉得如果你放在一楼也可以啊，嗯。也可以的，刚才那个书房可以吗？可以的，书房吗？有窗有门的，哎。哎，这个。就整个房间。窗户嘛比较暗，不像那个二楼这个楼上比较亮，嗯。哦，台长也是很大的窗户。我知道不亮。它是侧面的、嗯、对对对，相对我看见它是侧面的，嗯嗯嗯，好啦，那就这样吧，嗯。台长，那到底放楼上还是楼下呢？看看啊。啊？那个，如果放在楼上的话，主人房就是边上就是主人房呀，嗯。嗯，是吧？台长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呀、啊，如果放在楼上的话，你的右边不就是睡房吗？这个书房的边上右边不是睡房吗？对对对。啊，就是这个。不好还是什么？你把床头靠着，不要把脚靠着盯着那个书房就可以了。那台长的意思还是放楼上对吧？嗯，放楼上是亮，但是呢，要干净还是在楼下比较干净一点。算了，楼上吧，不要放楼下了。放楼上对吧？对，嗯，好吗？哦哦，嗯。哎，台长，嗯、那台长再请问一下可以吗？就是那个，有个啊亡人，我看一个亡人。赶快讲吧，赶快讲吧。嗯，台长还看一个亡人可以吗？赶快讲吧，赶快没时间了。不好意思，台长，哎呦，亡人的名字是男的，然后叫什么？哎呦，不是这里，哎呦，怎么这样的？哎呀，在哪里啊？这里。哎呦，哎，对，台长，亡人的名字姓费，哎呦，豪，姓豪，单人旁豪。哎。豪长存。请看他在哪里？长是什么长啊？长，纯度的纯，纯洁的纯。啊。饺子边帮一个纯是吧？对对对，饺子边。侯长纯，给他念多少小房子啦？哦，他们念了很多。上次你说了多少张，他全部包下去了。嗯、哦，那很高，现在很高。哦，我看一下啊。嗯，他现在在。玉界天哦，很好很好，玉界天的当中，谢谢当中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嗯嗯，太好了，谢谢台长，嗯，好吧，我们的业障我们自己背哦，好 OK， 谢谢台长，好，再见，谢谢再见，谢谢再见再见，嗯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